么样？有吗？有，我打开了。加入直播，有，我看到了。干什么办？都好烂。等一下什么情况？我现在看，啊，左边随便抓一条鱼啦。啊，如果我等一下那个有来不及看的，或者没办法那个的话，你就直接打一手。好，做你觉得对的事情。抓抓抓，快点！捉母捉鱼，两个之怒还是一个魔叉？当然是两个之怒啊！捉母捉鱼，你这么拼哦！白痴，你这边扣一点血，总比后面扣血好吧？魔胎魔胎，哦干，糊了糊了！抓抓抓抓！加起来加起来！对对对对，啊，你刚刚那个魔胎你怎么没锁？啊，如果这边没恶魔了，你直接吃屎！干有这样玩的？好，没事没事，你这样很强。对啊，可是他来两只恶魔哎。你会玩，你会玩，我不会玩。我锁我不会玩，不然怎么办？有了有了，奥利给！等，不要！哎，我爆了！好，那你先刷先刷出大脸再丢。好大大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升级。好，赶快，我怕你打不完。好，来。啊，有了！工程魔，丢，按天机。好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上一单要不要？什么东西？好，可以，既然有技能可以放天机哦。先刷。啊，又来个大眼了，可以。这个卖了，然后上去换大眼。不是，你应该先丢大眼，把旁边这个二三四那个给丢了。哦，你这样大眼不是少加一次？哦，对，你好聪明。你好笨。完蛋！哇，直接来两只小鬼老大！等下，用点脑，等下。要不要升级好了？不是，你要先把那个七八给卖了，先下一个小鬼老大，然后再把那个，你懂吗？你在干嘛？你先抓一只，浪费一块啦！干我这一死了啦！位置摆错了啦！你冷静一点，你打慢一点啦！好。好了，你这把吃鸡了啦！靠一刀拉法姆没选到，干你老师！我的运气加上你的智慧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上三万分？干，我跟你讲，你的运气基本上我这样教你打，你很快就一万了，你很快分数比我高了。刷，你已经抓鱼了不是吗？卖，后面那两只卖掉。那个补血先，对，然后那个六六卖掉，赶快，六六先卖掉。你会打？不是这个六六，哇操！狼先卖了，那个两只鱼先丢下去，那个战吼鱼，这不是这是哇！好，你抓第二个八嘎过，然后你丢那个战吼，先丢战吼的，然后加血的，现在丢吗？你先丢，对，你丢。等一下，然后你刚才卖这个，你卖那个三三的鱼，你卖三三的鱼，然后打那个加血的，然后五四卖掉，五四鱼卖掉，然后再打那个拔光，然后赶快刷。你卖了一个有点重要的东西，就你把你金色鱼给卖了，干我也看不懂。你说那个六六给卖，我就把它给卖了，干你。六六，你把鱼给卖了，不用怕，你绝对够帅。你先抓那只二一，对，继续刷，不用怕，跟他拼了。不，毒鱼不当没看到，当没看到，不要管他，刷。不要抓这个，干你娘嘞！把那个童须抓去靠腰，你干嘛？这个童须，你先抓这个，你打快一点。武器先卖，
很忙哎、欸。哎，干鱼人也太难了吧？怎么好像每手都打中？你不管玩什么，你基本上每一手都打错。他给你那么多时间，就让你去想哦。